我是品牌主理人，今天就让我来与你分享怎么打理一个品牌。线上会议、简报、同步查找资讯、做笔记，要有好的工具辅助，才能快速在不同工作间转换，让你可以当小编，也能管电商，还能设计产品。听说你想要自创品牌 ZenBook Duo， 让我美丽双赢。